我是上帝，掌管着整个人间，不管是谁见到我都得清理。门口站着的卡卡都是我的保镖，他们的攻击力都超高。我家里还有很多神器，有重机枪、左轮，还有钻石套装。天上实在是太无聊了，所以今天我打算下凡去看看我的子民都过得怎么样了。我是上帝，掌管着整个人间，不管是谁见到我都得清理。可恶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不行，我得下凡去看看。穷人在家吗？谁啊？我是新搬来的乞丐。穷人，能不能给我点吃的呀？我已经三天三夜没有吃饭了，再不吃饭我就要嗝屁了。不是吧，这么可怜？来来来，我给你个鸡腿，你先拿着吃吧。谢谢你穷人，没想到我的村民还挺善良的嘛。要知道乞丐这种身份可是经常受别人欺负的。乞丐你快走吧，我们村里有点不太平。不太平？臭穷人，我富人来收保护费了。啊，富人大人，能不能下个月再给你打？这大冬天我的庄稼都被冻坏了。下个月？做梦，你不给我保护费，我这个月怎么吃山珍海味，怎么穿貂毛大衣？你个臭乞丐，你自己想吃山珍海味自己去赚呀，为什么要穷人给你保护费？哟，哪来的臭乞丐，竟然敢顶嘴，看我怎么教训你。啊，你个富人怎么能随便欺负人呢？哼，就随便欺负你怎么了？啊，别别，富人大哥，他是新来的不懂事，你大人不计小人过，就饶了他吧。来来来，这是我最后的粮食，请你消浪。这还差不多。臭乞丐，我看你很不爽，赶紧给我滚，不要让我再见到你，不然见你一次打你一次。终于走了，臭乞丐你快走吧，要不然待会富人又来了就要遭殃了。穷人，你为什么要怕一个富人呀？嗨，因为富人有钱有势，我们这些穷人没钱，不管到哪里都有被欺负的份。穷人，你为什么会这么想？穷人也有穷人的尊严，不能因为别人有钱就能随便欺负我们。古人有云，富贵不能淫，贫贱不能移，威武不能屈，这才是一个真男人。可是富人家还有保镖，有神器，我怎么可能打得过？没事，我可以帮你。那有了这些武器，你可以随便教训富人。哇塞，神器重机枪，哈哈，这下我穷人汉堡该嫌疑翻身了，先把富人的保镖都干掉。什么声音？我的保镖怎么都没了？臭乞丐，是不是你干的？是我干的，怎么了？可恶，竟然敢杀我的保镖，我看你是吃了雄心豹子胆。是吗？你怎么有重机枪？我告诉你，别乱来啊。哼，臭富人，你刚刚不是还挺嚣张的吗？再嚣张一个试试。臭穷人，我可是富人，你要是敢杀我你就完了。事到如今你还不知悔改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这富人给我狗带吧。啊，不要啊。欧耶，以后再也不用受富人欺负了。小乞丐干得不错，不愧是我的村民，以后你就是这个村子的富人啦。我才不要当富人呢，我就要当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，然后快快乐乐的过一辈子。